哎呀呀，这冻鱼头怎么能吃到的？你干嘛？这种鱼头非常好吃的，懂不懂？它是属于比目鱼的一种，拿去加冻非常好吃。把洗好的鱼头对半开，花露冰水，葱姜排碎，加点盐抓一下，抓出汁倒进去，把这柠檬汁挤进去泡30分钟。主要是去腥，酱油15克，糖、盐、料酒。 胡椒粉、水、15克，回锅后调成酱汁。挖好了干金香菜放进去泡，这是一个要点了。蒜片和这个姜片放进去泡，把它爆香，有微黄色，可以了。到这里了。哎呀呀，师傅，这个为什么要炒黄豆进去？这样处理鱼头会去腥增香，适应于我们所有的家炖的鱼类。鱼头泡30分钟后洗干净，洗干水分，表面上放5块5花肉，然后葱段，调好的鱼汁倒进去。 蒸锅上汽，隔水炖，大火蒸20分钟，时间到了关火，开盖。哇，把里面的姜片煎出来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动作，从面上把它倒下去。好了，一个人在哪里呀？来，过来试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吃，这个是炖骨头是很松软啊。学会了，我回去煮一碗，我老婆吃一下。那你以后还敢不敢把这鱼头扔了？